what it brought apart from its bearing. 怎么去做？ 要做这样一个二冲积分， 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二冲积分的区域， 它是X型还是一个Y型的。 零二零三零四零五零六零七零八零九幺零幺幺零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 材料的话，曲线的峰值呢就左移了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传感器对于被测的对象的材质有没有什么要求？根据这个曲线的峰值，就应该知道。最近学习遇到了一些困难，也不知道该和谁说。哦，这样子，我建议你可以。 咱们需要一个音乐社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，就是音乐社的传单。西安的风土人情，对一个很详细了解，毕竟未来大概四年都要生活在这里。今天下午，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驰援武汉的医疗队整装集结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全院共有158名医护人员，分5批支援武汉。 消毒的凝胶，把手合起来搓一搓。谢谢姐姐。人怕冷，都是可以做。为什么？后来他们看到了这个强行原理呢，就按你一张高空的飞机的照相机。 必须要低的，低的。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 2011年6月3日，请全体起立。下面宣读判决。